都打把手，过来看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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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山口一雄这是要死守到底啊，他这么守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老马到，周围的鬼子还没有动静吗？附近的区小队和民兵都在帮我盯着，还没有动静。看来山口一雄这是要跟咱们拼个鱼死网破呀。我们现在参战的是三个团，伤亡都不小。其余的部队什么时候到？我们现在的火力跟不上，独立团马上就到了，其他的部队也在陆陆续续往这赶。再给我催，让他们加快速度，就算腿跑断了也得给我跑过来。是。新四军の攻撃は大したもんではないだ。でもおかしいのは、ずっと前の友達のシャンビンには会えないんですが、この場合になったら彼はきっとマサキにかけるんだよ。報告！報告！司令部からの電報、内容はどうして急性しなかったって、どう返事したの？それは気にしないで。今からは。司令部からの電報は一つも受け取らないで。何？これは。その命令を繰り返すのか。はい。可能是在杀那些未战的士兵吧。这会儿鬼子也窝里斗了。不过那些，窝里斗得越狠越好。按计划进行，通知下去。全团准备战斗。是。嘿，通知全团的士兵，不管任何人看见山口一雄，一定要给我留活口，我要亲手劈了他。是。他现在是前敌总指挥，他说怎么打你们就怎么打，给我专心的打。旅长，向斌里既然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啊。这一点咱俩的想法是一致的，
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我倒要看看向斌你这小子，到底能给我使出什么花样来。戦いが唯一の希望だ。覚え、自分とその家族のために戦ってねえな。撃て。ここから攻撃した。すぐここに上がるよ。ならば早く。あと2分戦車を焼くぜ。
备就好了。是啊。哎，宾利，我们要见面了。真可惜，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看来今天只能活着走出去一个。一兄，你死定了。你还是留点力气下去向我那些战友们赎罪去吧。老高，哎，老高，老孙，你怎么来了？马上命令部队停止进攻。停止进攻？为什么？刚接到上级命令，鬼子投降了。投降了？哪个城镇的鬼子投降了？日本天皇刚刚宣读了投降书，整个日本向中国投降了。真的？山口一雄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小兵里，你不能杀他。为什么？我要给我的战友报仇。这是政治部的孙主任，他刚刚带来消息，日本人已经全部投降了。他现在是我们的战俘，是战俘，我们就不能杀他。什么？情况怎么样？我们都准备好了。这些战士都是头回上战场吧？啊，我们武装部新兵比较多，主要呢，我们是负责策应主力部队。之前的南坎战役，我们都参加过。放心吧，这伙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打起精神啊！是是。司令长，司令长，敌人来了！敌人来了！啊，向团长不是让你照顾好病人吗？赶紧回去吧，这儿我和向团长呢，放心吧，赶紧回去吧。小心，准备战斗。同志们，瞄准了打啊！每颗子弹都很宝贵，节省子弹。我们的目的，拖住他们，等待援军。
懂吗？是是。杀死一个新四军的，上金桥一根。兄弟们，发财的机会到了，给我冲！别急啊，进来再打。打！看来他们已经打起来了，没事的。放心吧，团长他们一定会顶住的。连上子弹，快把那两个伤员送回后院去。是。后退至山五室，第一个冲进医院的上金桥三根。弟兄们都看到了吧，后退的这都是下场，没死的咱们兄弟们等着发财呢，给老子冲！冲冲冲冲！哎，太君，哎呀妈，几个怎么不冲进去啊？不想发财了，都给我冲！哎，先让下面人忙一阵子吧。太君，我看这里边也差不多。援军到了，绝不能让一个敌人跑了。
山口一雄，你应该知道我们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今天你落到我的手上了吧？之前我以为我再也无法为我的那些战友报仇了，你竟然送上门来了。好啊，这就是天意。 你双手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，今天就是中国人跟你算总账的时候。等等，冰凌，等等，我知道，我做了很多错事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你原不原谅我？我现在就向你投降。不是说你们新四军会优待俘虏的吗？我现在向你投降，你不会杀了我吧？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那些鬼话吗？你就乖乖的下地狱，为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偿命去吧！江彬林，去死吧！